格林八十岁以上阿嬷徛伫超商门口欢迎人客，这是因服务的第一步。其实这几位阿嬷拢是林晨辉基金会安养的师弟长辈，伫经过三天的训练，上午正式实施。虽然每一个步骤拢需要超商员工一步一步不断提醒，不过对因来讲，会当建立社区甲人客互动、泡咖啡、收钱，已经真无简单。小局长也成为第一位人客甲因交关，然后希望每下超商扩大服务。透过我们这个长照系统里面的失智据点，有一个比较轻度的失智的长辈，那我们透过这个部分呢，让他能够做社会参与。当每个礼拜二的上午10点到11点呢，他们都会来这边。那未来的话，就会人数会，今天有4位嘛，那未来人数会更多。然后就慢慢的，我们也在拓展这个部分。最重要的部分是要减缓失智啊，让这些失智的长辈呢，在这个人群这样进进出出的部分呢，增加了他的脑部的活力，还增加了社会参与。还有他如果参与这些我们 Seven 所提供的一些卖咖啡的行这个动作，来慢慢的去让他能够进一步在生活上这个有个体验，那让他减缓失智。超商的咖啡馆正式开幕头一天，多多人客来消费，长辈也特别送上传统的米糕来祝福平安，相当温馨。其中有查某囝知影家己的妈妈来实习，也特别来捧场，看到妈妈的表现，感动加强强要流目屎。我另外要买一杯冰的咖啡。阿妈，伊要买冰的咖啡哦，吼，咱来冰的，啊，你要大杯、小杯，你干嘛？你要大杯还是小杯？你唔着赶紧甲阮讲，阮都点着。这杯了。我觉得就是现在，就是我们在谈高龄化社会，然后就是我们都在谈怎么去治疗失智。但我觉得就是延缓这件事情是更重要，所以我觉得就是有这样子的活动，我觉得很好。然后就是可以让就是可以让老人家他们有一个就是创造自己价值的一个机会，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活动挺有意义的。对，感动吗？对吗？对，其实我刚刚在那边的时候，其实是真的是是情绪是很比较激动的。对对对对，但是很开心，因为我觉得看到妈妈很，就是很愉悦的心情，其实我们也觉得很值得，很值得。对，其实真的是非常谢谢，就是活动单位安排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林晨辉基金会伫天主教中华圣母基金会媒合甲热情的超商合作，成为单市第一间几点啊咖啡馆，然后就是每礼拜日上午10点到11点提供服务。基金会对着阿嬷第一天的表现拍出101分。第一天的表现真的是没话讲，真是第一名，一级棒。为什么呢？因为其实阿嬷他们昨天都高兴到睡不着觉，然后一直在脑海里面演练。那他们超前部署，前已经来练习3次了，就是为了要迎接客人，然后给客人比较高的服务品质。所以今天不要说100分，是101分，我们给他打101分，太棒了。也希望大家一起来支持这个极点咖啡的行动。是在中部透过超商的实施，都要当稳定情绪，延缓疾病恶化，接触嘛，让民众更加了解实地症，共同营造优胜空间。电视新闻，郭文吉、郭博弈采访报道。